非智慧真动人是慈悲。看台下的每位众员们都挥得精神满满，再次感谢动态主持人给我们带来这么热情的推动平安幸福球活动。金榜题名，状元联榜。今天会考的人数总共有273人，总计好，将惯用，将惯用，常常都是。首先，我们恭请双方年轻人为我们联榜，一点状元榜，立得立品志向高。优秀，优秀。感谢周全人为我们联榜。接着，我们恭请冯新聪、冯富全人为我们。优秀，优秀。哦，相关六啊，爱相关六，好优秀，成功成功，得奖，心理经理，感谢甄秘书长为我们联榜，好，相关六，我们这一次评鉴会考通过高分段的总人数约13位，最佳金选奖80岁以上的状元有9位，最佳。各位来宾，本次会考共诞生了273位状元，其中年纪最大的状元是94岁，最小的是5岁。由此可知，如今不分年龄，只要愿意读，大家都能满腹经纶。爱讲三月94岁，现在我们要颁发新学状元奖。听到名字之后上台授奖，王洪文、江以安、李巧如、吴亦如。哦，吴亦如前一天在里面，都想单位的给助教一个。王洪文、江以安、李巧如、吴亦如。哦。我是我是，儿臣他们是女儿臣。我们恭请张天书张典传师为我们颁奖。
科的不简单的。有笑有笑哦，吴讲师吴处长，我请你喝红汤了。做讲师啊，那么用心学习。优秀优秀哦，好好好哦，哦哦哦哦，好棒好棒哦，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合成单位的优秀优秀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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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优秀优秀，周年传师也恭喜，哦，优秀优秀。哦哦哦！勤学哦，状元十科人，勤学状元十科人。优秀优秀优秀！哦，十科十科。优秀优秀啊，王慧静啊，这么厉害。王志祥，王慧静，哦，优秀。顾修祥，请念到名字的状元上台领奖。慧静啊，这么优秀。现在我们恭请吕奇才点传师为我们颁奖。优秀优秀，哦吼。别介入一下，嗯。黄慧静老师，学界的哦。合成单位呢，优秀优秀，你看哦，那浅显呢，合成单位马菩萨呢，哦，背那么多科哦，那就厉害了，马菩萨还这么厉害，谁科？哦，优秀优秀，精神可嘉，哦哦，黄慧静老师，学界单位的优秀优秀。我们再次感谢吕念禅师，恭喜这几位得奖的状元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通过13科段的状元，请念到名字后上台授奖。周玉柔，哦，和新娘和新娘单独恭喜王志明点传师。几科啊？哦，优秀优秀！优秀优秀！哦！
怀玉莲，林海玲，郑怀玉。我们恭请李怀玉点禅师为我们颁奖。小朋友这么厉害，哦，小朋友这么厉害，哦，优秀优秀，哦，优秀，十四个月半，优秀优秀，哦，厉害厉害。可能是郑才艺讲师的孩子啊，哈、哦，优秀优秀。哦，哎，好棒啊！哦哦哦，优秀优秀。哎，好好，有礼貌呢。哦。哦哦哦哦，好啊好啊！谢谢李一念禅师以及两位优秀的状元。哦，优秀优秀。颁发大会第三名状元奖，第三名状元江冠佑，请上台授奖。哦，他爱想喝。我们恭请自己拿铁奖。当阿兵哥来参加活动，来做义工，建立军人来当义工，来参加读经啊！哦，很优秀，第三名，优秀优秀，爱心的单位，爱心的单位。优秀优秀啊！哦。当兵还能够参加读经，得到状元第三名，哦，要恭喜！当然做义工，帮忙可以有圣功，可以报恩，哦，要恭喜！谢谢陈秘书为我的颁奖，也恭喜我们的家庭状元。郑才艺，郑才艺讲师的孩子，我们恭喜由金蒙点禅师为我们颁奖。优秀，优秀，优秀！哦，小朋友这么厉害。哦哦哦哦哦哦哦第二名啊，哦，好棒好棒，谢谢由点禅师为我们颁奖，我们也恭喜第二名状元，希望再接再厉，明天拿到第一名状元。哦，好厉害。大波呀，哦，好好好，第一名大波，大波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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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上面好像要优秀，哎，优秀优秀优秀，哦，赞赞赞，哦哦哦，哦，再搞再搞，等一秒等一秒，哎呀呀呀呀，不要碰到眼睛，不要碰到眼睛。哦，第一名，第一名啊！
谢谢我们的老师为我们的颁奖，我们也恭喜第一名状元，这真的需要非常多的努力与用心才能有此好成绩，希望明年继续保持，加油！哦，好棒好棒哦！厉害厉害。哦，小朋友这样搞。哦，我们这次呢，最佳学习奖最小年纪的，大家知道是几岁吗？两岁。没有错，就是两岁哦。哦，两岁哦。哦。能够通过考核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哦，我敢再一次用掌声来鼓励他们吧。哦。优秀哦。